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。我是感人。麦拿第一点音乐娱乐，很遗憾今天早上的事件。那很多状况，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。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，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，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。那以前的事情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。然后谢谢大家关心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然后因为这个空间会影响到很多真正需要用到医疗资源的人，希望大家得到我的回复之后可以把空间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使用。谢谢。目前焦哥的状况还好吗？我们就再不回答问题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